这里是东京115度，北纬22度，中国东南沿海潮汕。在这里，你可以在历史小乡感受文化传承，也可以品尝美食之乡数不清的美味。我是杨千嬅，跟我一起在潮汕探寻百姓的味道。好康在家，百姓的味道。江苏卫视每周五晚20:20播出。本节目由好康在家 APP 独家冠名播出。新年服务找好康，好运又安康。